满学生，中巴赶在早自习前入校，过没多久后头又有游览车，五分钟一台接着一台不间断。康桥国际学校寿冈校区上放学都是满满的交通车，但今天却有几名学生缺席，因为十一号晚间校车翻覆，十九名学生受伤，严重的肋骨骨裂，多达十五人请假，加上这回已经是第三起严重校车事故。有点流血没有了，有时候可能车速有点快，但是不知道在快什么。就这一路好了，还敢。发生事故还是要搭寿冈校区，全校将近1800人，250人住校，但学校就在新店山区内，交通相对不便。学校出动将近90辆的交通车，高达70%学生都要搭。校方首要之急要安抚学生。受伤的学生，这几天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到校学习，我们导师也都会进行个别的关怀，然后给予这个补救的这个协助。车上25名学生将安排心理辅导，发2000元慰问金。全校中午也将进行安心辅导。但康桥跟游览车业者龙来交通公司算长期合作，事故车辆去年9月开始当校车驾驶，则是今年才担任交通车司机。目前这个驾驶是我们先暂时请他停驶的情况，那等到这个事故原因调查出来，如果有很明确他有严重违规的情况，我们最终是可以跟他解约。按照规定，除了车龄得在15年内，驾驶每学期也要上2次交通安全讲习，出车前酒测跟车辆检查，学生则是开学就有交通安全演练。这回意外也是因为学生都有按规定系上安全带，再加上车上国高中生都有，当下还有高中学长姐安抚学弟妹情绪，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。TVBS 新闻林亚南、李国伟、家庭 SNG 小组新北从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